来，你觉得地雷在上面那一个还是下面那一个？啊？你觉得地雷在上面那一个还是下面那一个？哪边？哦，感觉压力这么大、哦。哎、欸，干嘛？我没分选，摆烂了。我按到了，关我事哦，我没讲哦，我什么都没讲哦。我按到了，你按的哦。All bad。啊！早就跟你讲下面那个啦。他讲 emoji 哎、欸。我之前讲 emoji 不像，我之前也讲 emoji， 是 emoji 吗？对啊，还是日文是叫 emoji 吧？日文是叫 emoji 啊。哎、欸，谁笑你？我念扁他。那个我同期里面有一位那个英文还不错的男性。哇，你们就一个男性嘞！不用讲有一个了，好不好？那我要去魔法气泡喽。魔法气泡？对啊，帮忙我要不要魔法气泡、欸？哎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你要玩？那我买一下二代，因为我不想要一代一代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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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来，左上角，上面还下面？啊，你前面不是还有个没按吗？对啊，你就上面这两颗选一颗就好了，这就二分之一几率。上面这颗是地雷，还是下面这颗是地雷？这个只能靠塞啊！这只能靠塞，快点选一个。上面呢？下面是安全的。你说下面是安全的，这个这一格是安全的。对。哎呦，好像很会猜哦。哎。假耳石，这边有鹿叫可以听吗？不行，要听鹿叫要去爸爸那里。啊啊啊！很像吧，跟本人一模一样。奥利布吧，他的感觉比你大哎。What do you mean？